第八集，跳舞外星人羞羞。讲述人：一匹老田。宇宙海盗团的首领卡拉带着两名手下来到杰苏大人面前，向他汇报作战情况。非常抱歉，杰苏大人，卡拉战战兢兢地说，这次利用羞的作战还是失败了。一次失败不算什么，羞出现了，他的战斗力已经完全恢复，说起话来口气还是那么大。我们还可以二次作战，羞。另一个羞从他背后闪了出来，他们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这让卡拉大吃一惊。我是右羞，我是左羞，我们是双胞胎。他们摆出夸张的姿势，似乎对自己的出场亮相很满意。我很期待你们兄弟的表现，杰苏大人说，这次不要再让失望了。在兰陵市的那座小房子里，露西正在跟伙伴们商量重要的作战计划。秀智现在非常伤心，学校的舞会明天会再举行一次，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让秀智和泰利一起跳舞。虽然福特、塞米和麦克斯不想管这种芝麻小事，但他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秀智伤心呢。第二天，四个伙伴早早地来到舞会大厅，用望远镜观察泰利的动向。泰利身边有多名少女正在靠近，塞米发出警告，不能让秀智以外的任何少女接近泰利，露西命令道。麦克斯掏出几根香蕉，然后把香蕉皮用力一扔，那几个女孩不小心踩到香蕉皮上摔倒了。反方向也有少女正在靠近，塞米又发出警告，水枪发射，露西下令。麦克斯用水枪瞄准目标，射中了那几个女孩，他们一心帮助秀智，竟不顾一切地站起了糊涂事。就在这时，秀智走进了大厅。灯光，露西发出指令，塞米按下按钮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，接着聚光灯啪地打开了，一束柔和的光照射在秀智身上。突然站在聚光灯下，秀智有点不知所措，不过她看起来美极了。她依然穿着昨天那条漂亮的连衣裙和粉色舞鞋，外星人装在她鞋子里的控制器已经被露西清除了。秀智，我能请你跳个舞吗？泰利学长温柔地伸出手。秀智感觉像在做梦，她把手轻轻地放在泰利的手心，他们俩跳起了优雅的华尔兹。要是舞会能一直这样进行下去就好了，可惜右羞和左羞这两个坏家伙又出现了。快乐的舞会现在开始，咻，他们俩像跳芭蕾一样踮起脚原地旋转，然后一跺脚，那种带着邪恶魔力的光圈又扩散开了。秀智和泰利正沉浸在浪漫的氛围中，突然泰利的脚好像被什么力量控制住了，他竟然踢了秀智一脚。哎呀，紧接着秀智的脚也不听使唤了，所有跳舞的人全都像提线木偶一样做起奇怪的动作。奇怪，这次秀智的皮鞋明明没有问题呀，露西说。这时迪帕斯发来呼叫信号，大事不妙，外星人秀将纳米机器技能散布到全城了，踩到这个技能的人全都会被秀操纵。原来如此，准备战斗吧，福特对伙伴们说。全副武装的迷你特工队很快就在一座高架桥上找到了秀。一个人玩得挺高兴呢，福特喊道，谁说只有我一个人？秀，右羞指向高架桥的另一边，左羞从桥下跳了上，原来还有一个，
赛米说，别废话了，接招吧。两个外星人的长腿像巨大的锤子一样砸下来，特工队员们灵活地躲着，用自己的武器反击。突然右修把一辆巨大的卡车踢向了福特和麦克斯，麦克斯大吼一声，用双手顶住卡车，福特也过来帮忙，他们用尽全力把卡车猛地推了出去，翻滚的卡车把两个修全都卷走了。好吃鸡，出击！麦克斯说。说得对，福特亮出 X 能量盘，闪电虎。一道闪电像猛虎般冲向秀，他们在一阵剧烈的抽搐中倒下。这时，天空突然乌云密布，一道紫色的冲击波射向两个倒下的外星人，在飞船上操控一键结束，将他的不幸能量输给这两个家伙，把他们变成了外星巨人。特工 X 机甲出动！福特、赛米、麦克斯和露西齐声喊道。四辆特工汽车很快就赶到了，他们变形成坚不可摧的特工机甲，巨人之间的战斗就要开始了。变成了巨人的秀还是那么喜欢踢东西，左修把一辆汽车踢向福特，福特一把接住了。以为就你们会踢吗？福特说。赛米，给他们点厉害瞧瞧。说完福特把汽车抛向空中。明白，赛米喊道。赛米直线射击，他跳到高空，一个凌空飞射，一个凌空飞射，把汽车精准地踢向了左修。有两下子了，现在见识一下我们的秘密武器吧！两个修齐声说：“火箭踢！”修踢出他们的秘密武器，两个飞速旋转的回旋镖。福特他们躲开了，可是回旋镖又飞了回来，重重地打在福特和赛米的身上。小心！他们这招有诱导功能，露西喊道。这样的话，福特说，麦克斯、赛尼反向利用这个诱导功能，让他们自讨苦吃。好的，麦克斯和赛尼一起按下变身按钮，麦克斯的机甲变成了铁钻装甲车，赛尼的机甲变成了战斗机，秀的回旋镖立刻被这两个目标吸引追了进去。麦克斯跟回旋镖玩起了追车游戏，他们冲到桥下不见了。突然修前面的路面裂开了，麦克斯的铁钻装甲车从他们脚下冲了出来，紧接着他们发出一声惨叫，哎呀哎呀，因为他们被紧跟着麦克斯的回旋镖击中。还有我呢，赛尼的战斗机向修俯冲过来，快要相撞的时候，机身灵活的一侧，从两个修中间冲过，那两个家伙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紧跟着赛米的另一个回旋镖击中了。特工 X 机甲联合攻击，福特和露西联手给了他们最后一击。迷你特工队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，他们回到秀智家，这个丫头还在为舞会的事烦恼呢。突然门铃响了，秀智开门一看，竟然是泰利学长。这双鞋是你的吧？落在学校了，泰利说。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儿。秀智激动地瞪大了眼睛，福特他们也都好奇地跑来围观。啊，福特！一看到福特，泰利就激动地喊道，我就是来看你的，我是你的粉丝啊。原来如此，秀智失望的自言自语。泰利学长，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的心思呢？